不是呀，我准备在这播一会儿，找了个信号好的地方，然后在这播一会儿。那不是没信号吗？没信号，挖了几颗。这样子啊。挖了几颗桩，播一会儿。给你拿个笔。这桩子都不错，有小的，小有小的桩子都很好的。哎，今天去那个地方也很好，但是就是没信号。包南这湖南哪都磕破皮料。买料直接搁车。买料。欢迎各位大哥啊！他满哪哪哪都装到里头了。来给你们看点靓仔啊！看这东西漂亮不？看根盘，是吧，我哥们？东西怎么样？都很好的，非常漂亮啊！看那个过桥，漂亮吗？板板正正的一颗。过桥桩啊，跟盘都是超级棒的，把跟他侧面关住，啊，侧面关住。来这个抱石，这个抱石我不确定是不是一颗啊，大哥啊。它应该，它是应该是两颗，但是根部连不连我不知道啊。它这个抱石抱的漂亮吧，坨子，是不是大哥们？来，雀眉啊，看这种根系怎么样？坨子，是吧？坨根坨子，根系无敌了啊，是不是大哥们？来大庄子，看这个根系大庄子，来，这种，看过度啊，看这个脱根，大哥们，是吧？扭曲的，是吧？很漂亮吧？来看这颗根盘，来看庄头怎么样？不错吧 ，Q 哥，这些庄子，是吧？都是好东西啊。哎，再给大哥们看看，来，小精品啊，大哥非常中意啊，大哥看这个，还有这个东西，这是卖的，那买料，看到没有，小坨子这个地方有点伤啊，大哥，看这个桩怎么样？喂，大哥们，这个桩漂亮吧？就这样去摘，漂亮吧，大哥们，把这底下根部一伤啊，就这样去摘，你这样去摘也可以。是吧，我觉得就这样去摘啊，把根部一上就这样去摘，一个小鸟北雀，是没错，是吧，北雀漂亮吧，大哥，一个小鸟啊，只给你们拿精品啊，来看这个根盘漂亮吧，庄头，庄头无敌啊，看这个大庄头，看这个大庄头啊，来看这颗根盘，来大哥们飘，看这个飘，搁哪呢？搁哪呢？搁哪？给你个学员说说，别讲妈小棉套啊，好看的啊，是吧？每颗都很精啊，来，庄子都给大哥们看完了啊，咱一颗一颗来啊。这不是铜吗？赶紧！喂，
哎，不回去吃饭，就这么过。来，大哥们，咱一颗一颗来啊。来，这一颗是个，这一颗啊，你看根系怎么样？桩头漂亮啊，看这个桩头是吧？桩头漂亮啊，大哥们，看这里边漂亮吧？来，头接头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皮皮哥。来，这一颗这个五十啊，大哥，有没有个来？五十米啊。这颗这个五零米的啊。把你给拿，刚才拿个大盒子，拿出来。来，哥哥，有没有个来？这颗这个五零米啊，包邮啊。来，那个皮皮哥，截图扣二来。截图扣二，我哥。根系很旺。嗯，根系很旺的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就放上它截图就行了。哎，好了。搁哪两块？哎，搁哪两块是啊？那得也那是人家根的。嗯。来，哥，看这颗怎么样？这个是呀。你这是这个跟他打一块儿。来看这个啊，这个拖根，大哥们，你们看这个拖根，根系都是无敌好啊。中间啊，中前面这一块是不是这一块？来，这颗这个五零米有没有个来？双杆带弯的多少钱、啊？来，这颗五零啊，双杆带弯的。就这颗嘛，带飘的。这颗大哥，这颗是吧？这颗三百，有没有个喜欢？是不是这颗？喜欢的哥搂搂米来带走是吧？超人哥喜欢的啊，你搂米啊。啊，300块钱的啊。嗯。看这个带飘的。那个小鸟多少米啊？小鸟不就是刚才？这颗最低最低100块钱啊，最低最低100块钱啊，根系无敌啊。这颗就 Q 哥要。Q 哥要是吧？嗯、给 Q 哥。我说我也没法大标签儿，超人二百，200块钱大哥，不是那个二百，那个再加大哥，那个再加啊，哥你再加一点吧，那个二百有点低了啊，再加啊，二百有点低哦哥，200块钱太少了啊，来哥喜欢的话再往上加点，那行不行？还行啊，二百有点低哥，200块钱不行啊哥啊。来哥，你别看我庄子，你别说我庄子贵便宜，大哥，你别看我给你要300，你看我的庄子跟盘，是不是大哥？你看我庄子跟盘。嗯，有个小过桥 ，Q 哥也要。是不是这个小过桥 ？Q 哥，你说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小过桥啊？其实这个庄子也不算小了，这个跟盘估计也有30多。Q 哥是这个吗 ？Q 哥，没有小过桥了。来，咱一颗一颗来吧，大哥们，来，这是一号啊，大哥们，我给你们报编号，这是一号啊，大哥，来，别觉得庄子贵，大哥，看东西，看跟盘。雀梅啊，雀梅。看咱家庄子跟盘是不是，大哥？是不是？你看我这个跟盘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哥？你看跟盘，然后再看庄型。看那上面的那个。来，这是一号啊，大哥，一号啊，我给你们报价格啊，这是一号啊。来，这是二号啊，来看这个二号小东西，大哥，来漂亮吧？超人哥220。220不行，大哥，220不行。来这一颗啊，你看东西看跟盘，大哥。来这一颗是50啊，二号是50，大哥啊，我给你们过快点，大哥啊。来三号啊，三号这颗跟盘是无敌啊，大哥，看跟盘，它是不是一本的？我不确定，大哥啊。哥，那个不到米啊，那颗桩不到米啊。是不是一本的？我不确定，大哥，但是它是两个小瘤子，大哥，你看这个小瘤子。5654哥，那颗50跟盘不到米、啊。跟盘漂亮不，大哥？跟盘漂亮不，大哥？你看这个，是吧？来哥，这颗啊，我不确定是一本的。如果我要是给你确定是一本的，这颗桩子我得给你要280。但是呢，这颗大哥们，这颗啊，你们要的话给我。给我160块钱啊！这第三号啊，三号大哥啊，他就是不是一本的，你回去种一起吗？对，他现在根部连不连，我不确定，大哥啊，根部连不连，我不确定。但是我就让他连着，太漂亮了，这颗。那带个护心土。第三号啊，三号啊，大哥啊，我给你们植上漂亮的，现在先
咱一颗一颗来，漂亮的啊！喜欢的大哥，你们扣一或者扣米啊。来个四号啊！二百哥，你哥出个250，超人哥。250咋出啊？250。来，哥你别说了，大哥，我没卖过250，大哥，来给您那个，我也不来240块钱，来你截图扣上去付米，大哥。240哥。来哥，我没卖过250的东西啊，大哥啊。来超人哥，截图扣一。截图扣上去付米啊，我也不问你要260了，大哥。啊，你去付米啊，哥。对。放一边吧。来，没卖过250的东西，大哥啊。来，这颗过桥，看这个过桥多棒。